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All I know is left to speak. So if you feel like I feel.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Cause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a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O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As long as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Oh,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By the way, 给你们看一下。不知不觉我的咖啡渣已经累积到了这么一大盆了。大家知道咖啡渣的用处其中之一就是除臭嘛，你可以累积起来，然后摆一点到冰箱里面，这样子可以去除冰箱里有点怪怪的那个味道。因为我妈跟我说好像可以摆一点咖啡渣在植物的旁边，这样比较不会长虫虫。我朋友昨天说你要不要在里面种颗红豆看它会不会长出来，并不会。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啊。首先呢，我的头发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因为我想要把刘海留长嘛，但是它的长度现在就是不足以形成任何一种发型，所以，我现在大概是此生的发型黑历史中的黑历史。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美丽的杯子？这个是继我上次摔破了杯子之后，我又在添购的新朋友，希望他可以陪伴我久一点。对，我的心愿不多，只希望他陪我久一点。好，那今天的 vlog 呢，其实比较特别，因为我今天不是要拍一整天的 vlog， 是我今天有很想要做一件事情。好像是几个月前吧，我跟朋友有去佐敦公园野餐过，那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野餐。然后之后我们本来有打算要再约，但是因为最近香港的疫情整个大爆发，然后我们也不太敢出门，然后又觉得啊，如果几个人聚在一起又是你知道不太好，所以呢，今天我打算要来一个一人野餐，是不是听起来不怎么样？因为前几天都在下雨，今天是星期天，然后天气又整个阳光非常的，然后现在要先准备来 get ready 一下。大家有看到吗？我的鼻子上面有一个不速之客。我今年是26岁，所以其实也算是刚过了这个半生不熟的25岁的年纪，所以长了一颗痘痘其实也不为过吧，是吧？不过这个应该是因为我上礼拜熬夜熬太凶，然后又生理起来，所以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但我的皮肤已经算是蛮好的，就像我以前国高中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就是其他同学脸上可能会有很多的痘痘或是脸很油什么的，这时候就会很庆幸说我妈谢谢给我了一个不太会长痘痘的体质。所以跟同龄的朋友比起来，我的皮肤状况其实一直都算是蛮稳定的。怎么突然变成分享自己的 skin history？ 但是呢，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度脸真的超油，然后很容易会冒那种小小的粉刺，那个时候还不太懂 skincare 又有分皮肤的种类，我就看到人家说控油，我就冲去买控油的粉底、控油的蜜粉、控油的保养品，然后看到脸很干，我有去买保湿的产品，用在我身上又会开始你知道泛油光啊什么的，所以我也是有经历过一段不知道自己的皮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的阶段。那今天呢，很谢谢 Sofina Jane 跟我合作，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套我自己已经试用了一个半月的保养品，那就是透美颜他们家的保水控油双效美白系列。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有合作过他们家这个系列，但是是保湿款的。那今年试用的是这个美白系列。那今天会用三个来做我的妆前保养。首先第一个是保水控油双效美白化妆水，然后是这个乳液，最后一个是日间的防护乳。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先让我喝一口拿铁。
首先我要先来上化妆水，那这个系列我去年其实就有合作过了，但这次用的美白款除了有无油高保湿跟皮脂控制配方之外，就还有一些美白的成分。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有没有看到它真的很保湿，而且很快就吸收进去了。因为这个我去年就有用过了嘛，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喜欢它既保湿又控油这个特点。再第二个要来上乳液，也是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大概是这样。那这款其实我白天晚上都会用，这个乳液也是我自己真心很喜欢的。除了它有一种淡淡的香气，加上它吸收很快，所以搭配前面的化妆水，整个保湿度就会很持久。然后另外它 T 字的控油效果也很不错，所以你之后再上的妆啊底妆都会比较服帖。有时候觉得皮肤负担比较重的时候，我就只会用这个化妆水跟乳液就 good。最后夏天不可以少的就是防晒嘛，那这个是他们家的日间防晒乳。使用之前记得摇一下，因为现在夏天嘛，那我想台湾跟香港应该是差不多的。香港现在这么热，我相信台湾应该也不遑多让。那这一罐它的防晒系数很高，有 SPF 50加 PA 加加加加，是不是很多加？大家真的要做好防晒，因为其实很多那种小肉芽、斑点或是一颗一颗的，可能都是防晒做的不够，然后被紫外线这样就是先给刺激出来的。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挤出来大概是什么样子。哦，有没有看到这么的 liquidy？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它有一个无油腻的配方，所以不容易生成青春痘。所以如果你是青春期的妹妹们，你们用这个青春期的妹妹，怎么感觉离我好遥远？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这个。另外，如果跟我一样皮肤很容易敏感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是无酒精配方。那我先上半边脸给大家看一下 before 跟 after。那大家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before 跟 after 的差别。那虽然它的防晒系数高，但是它并不会有那种油水分离的感觉。刚开始看到它是乳白色的，其实我蛮担心的，因为很多类似的产品它就会泛白嘛。但还好这一款它吸收完之后就会跟你的皮肤融合，加上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我现在两边脸仔细看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的。好，现在把另外一边脸也上一下。其实我之后出门啊，这样子，然后再上一点三分，我就出门了。那我现在两边都已经上好这个日间防晒乳。其实我真心觉得要同时做到控油跟保湿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你看我像我的皮肤就很任性，它就这边想要干，然后这边想要油，这我没办法控制它，它就是。我们要尊重它的意愿。 T 字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比较没有油光，但是这边还是有光泽感的。虽然我现在已经26岁，但是皮肤还是偶尔会有一些油水不平衡的状态。那如果你年纪比较小，青春期的皮肤本来就会不稳定，这也是很正常的。像今天分享的这个系列，其实价格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入手的，所以如果你还年轻的话，也不用特意去追求什么专柜的保养品，依照自己皮肤的问题去对症下药比较重要。那我现在就要来画剩下的妆。不过说真的，因为现在出门的机会也不多，我也好像已经过了那个会从什么 primer 然后粉底然后画一个妆要十几个步骤的那个阶段。我现在就是能减则减，就是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有气色，有做好基本的保养就 okidoki。 那就开始吧。Just because you're sorry doesn't mean you love me. Why should I take you backJust because you're sorry doesn't mean you love me. I wish you could understand that. Just because you're sorry. Just because you're sorry. I just saw that you're out with. 好的，各位，那既然今天要野餐，怎么可以错过野餐一定要有的食物呢？所以我今天要来建一个属于我的 menu。对，因为现在夏天嘛，所以我应该会准备很多的水果，还有三明治跟一些饮料。明明就只是自己一个人要野餐，还搞得这么隆重。挥旗。Thank you.
好的，那我们做完食物之后，为了衬托今天要去野餐的这个主题呢，我也换了一件花花的裙子。那我现在准备要出发去野餐的地方，那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今天要去哪里野餐呢？答案就是我的阳台。我跟你说，其实我也认真的找了香港很多可以野餐的地方，但是如果要真的去那些地方，我又要通勤，又是要跟很多人接触，然后又很热，就不想走那么远。所以呢，总之我就是想来想去，就发现说，其实我的这块小天地好像也是可以野餐的，虽然小了一点。然后我需要做的就是稍微把它清理一下，然后跟布置一下。例如说，我今天新添增了两个新朋友，想要把它放在外面。其实我本来就有打算要买新的盆栽摆在外面了啦，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契机。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外面其实现在非常的脏乱。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基本上完全不会走出这个阳台，所以趁着这次的机会想要来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小空间。对，刚好像没有很给大家近看过，但是这个是今天的妆。其实今天的底妆基本上就只有刚刚那个日间防晒乳，还有一点点的 concealer， 我没有上粉底。那我们就赶快开始打扫吧， Let's go。准备就绪，我们现在来 set up 我们今天的野餐桌，来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野餐。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美丽的盆栽，然后有食物。还有从里面飘出来微微的冷气，但你们可能时不时会听到一些喇叭声，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大家火气又比较大。对 ，Anyway， 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野餐菜单。那这边有一个火腿 cheese 三明治，然后有水果盘，然后我打算要来用一个饮料。那我本来是想要做 mimosa， 就是champagne 加上柳橙汁，但是因为我今天买不到 champagne， 所以我打算用气泡水跟白酒来代替。所以是不是应该拿冰块？但是我现在困在这里，我有点不想出去，算了。Cheers！ 重点是你们知道我现在啊，一眼望去全部都是其他栋的住户啊、住家，他们随便一个人只要出来看，就会看到我一个人在这边摆着一个桌子吃东西，然后对着镜头讲话，此地全开今天。哇哦 ，amazing！为了多一点 chill 的感觉，我们来放个音乐。
鸟，但是因为我把太阳眼镜放在台湾，所以我只剩下朋友给我的这个 3D 眼镜。我自己想要觉得很荒唐。1, 2, 3, 4 I wanna give it to you, boy. But there's a voice in my head that keeps telling me not to let you see. Think it's hidden inside me. I wanna say it to you, girl. But the words in my head.好的，我刚刚野餐完之后就继续去工作了一阵子，然后我现在已经洗完澡，然后准备要来做晚上的 skincare。 那今天也是用今天早上介绍过的这两个化妆水跟乳液，然后其实你们可以留言在下面让我知道说你们是几岁吗？因为我可以从频道的后台看到我的订阅者大概是什么年龄层的，可是毕竟订阅跟就是实际观看的观众还是不太一样嘛，所以我想知道你们到底是几岁啊。这个是我真的觉得白天晚上都很适合。好 done。那另外呢，我刚刚也泡了一杯茶，然后这个杯子是之前去伦敦的时候买的城市杯。你们应该都知道我很喜欢收集杯子吧？人家出去玩不是会买就是纪念品啊或伴手礼吗？我不是，我只需要杯子。所以我之前去欧洲当背包客的时候，我的行李箱不是衣服，全部都是杯子。人家这样看着他就觉得啊，就想起那个时候在伦敦一个人街上走来走去的那个回忆啊，回忆。我今天在滑手机，然后就滑到很多以前高中跟大学，就是大概18到20岁的照片，忽然觉得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妈很爱讲一句话，就是女人过了20岁之后，时间就跟飞的一样。这个我真的可以亲身的印证，跟你说真的。但如果你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回到18、19岁？其实不会耶，因为怎么说，因为我发现18到20岁的那段时间我没有什么想要改变或是想要补救的东西。但话说回来，我还是有些东西想要跟20岁的自己说。你看我个性这样子大辣辣的，但是对于我在乎或是我想做的事情，其实我是很固执的。我会想要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其实你有很多选择，例如说你在升学或者是要选科系。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其实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干嘛，或者是对很多事情都是处在一个很迷惘的状态，所以很容易会把别人的案例带入到自己身上，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就是要走这条路我才会成功。但现在的我回头看会觉得啊，其实当初的我有很多个选择，但是我很固执的就觉得我就是要 follow 就是 path A 这样子，可是我忽略掉了其他的可能性。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或是不好，只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的选择。第二个应该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有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朋友只会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亲近。不要想着要去讨好所有人，我们如果要去讨好每一个人真的太累了。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快乐是建筑在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啊，或者是对我们的评价上面。最后还是要说一句，就是我之前讲过也很多次的，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害怕岁数的成长，因为岁数的成长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表示我们又多活了这段时间。好啦，今天碎碎念了很多东西，然后谢谢今天大家跟我一起在阳台野餐了一天。祝福大家幸福快乐，如果今天不幸福，那就祝你明天幸福快乐。拜拜。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 on